是阿 Ken， 欢迎收看超模大赛。在我身旁呢是超重量级的总教头陈婉若小姐。今天呢是我们第三堂的课程了，所要考验的呢就是大家的整体造型能力，对不对，婉若姐？对，因为我觉得其实一个 model 整体造型真的非常重要，因为我刚刚常常讲，你要得到一个工作之前，必须自己先学会化妆，还有你穿着跟打扮。没有错，但是就至于这个部分呢，我们也有一个非常严苛的条件啦，就是呢在我手上有信封袋，信封袋里面呢有3600元的资金。搞得我好像发红包一样，不是这个意思好吗？这个就是你们的资金了，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，我一哎，这一位呢，嘉纯呢，是我们新加入的参赛者，大家欢迎他好吗？当初就是复赛的时候是50选20，然后结果连24我都没有进去，所以当下真的超伤心的。结果工作人员打电话来说我可以进来了，然后整个就觉得这是天意嘛，就是要让我有那种高低起伏那样子。好的，刚刚参赛者呢都已经拿到3600块钱的资金啦，但是大家也不要紧张，因为我们今天请来一个好帮手，就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小四老师，掌声。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指点啦？ OK， 造型的方面呢，我觉得就是要看自己，要知道，因为衣服嘛，就是站在身材最大的一个比例，那它可以让人家喜欢你或不喜欢你，就在这一刻。是。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也觉得该露的地方呢，就尽情的要露；不该露的时候，就稍微要注意一点，露一点点也很好。所以你是属于甜美的啊，或者是你是属于性感的，都要非常了解自己，然后在这个上面去做一些装饰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好像这一代的女生，她们都很会在网站上面去购买、选购自己喜欢的东西，而且我觉得像这种女性最大的网站呢，它其实蛮无远佛界的，什么样的服装造型都可以做搭配。这一集啊，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呢，要上网来做自己的整体造型的搭配，服装啊、配件等等，全部都要3600块钱就要把它完成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而且我觉得其实像现在所有的女生都很会在网站上面选购东西，而且网站无远佛界什么都有，但是这时候选择力，但是fashion sense 就很重要，真的。对，我们在那边看到就是参赛者之前啊，他们自己的照片、自己的造型，有一些我真的替他们捏一把冷汗。对呀、真的不行，因为他们有的就是穿着好像夜店的辣妹，要不然就好像邻家父母。对，我觉得对，这有一点两极化。我希望他们在网上能够选择很有时尚感，然后又可以代表他们个人特色。走性感呢，就是你觉得如果我今天要挑战看看走可爱路线，会不会赌注赌很大？我觉得那是一个心态的问题。我决定的状态，一直就是说我要回想我的初恋。今天想要听我们讲新的八卦吗？我没有在排挤哦，说真的，我们特别欣赏他。6号、9号住1014，3号、11号住1023，1号、4号住10009。真的，只是就是作息时间不太一样了。今天跟他分到同一房，其实我还蛮 shock 的，因为他想要跟他们那一团比较喜欢夜生活的女生可能一起吧。然后他就听到两人房跟我同一房的时候，他马上就大讲说：“他说名字都叫做一凡，为什么命运差这么多啊？”我吃巧了，怎么去搜一搜？Thank you.
老师就是他很烦恼。对啊，因为小乐老师，我觉得蓝色系，不太适合。那我给你一个建议，就是这次你就当做是你对于蓝色的重新的认识，因为我觉得当模特儿是要有任何对任何颜色都要有这个适应力，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利用这一次去碰一些你不喜欢的东西，你碰到你不喜欢的东西，然后去克服，你去怎么样去诠释这个，我就觉得搞不好有另外你会有新的发现。我有需要穿翘臀裤吗？ OK， 好，我觉得你的问题非常好，因为今天你挑的是一个洋装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刚刚好在这个时候，包括每个人在这个时候呢，你在诠释这个时候，大部分都看不到身材，也不能说作弊，因为有这个东西使用的话，我觉得搞不好是一个加分的好方法，我觉得当然可以用哦。就是其实今天还因为毕竟第一天，就是真的还蛮不习惯的，对啊。那我觉得我比较不习惯的是，就是还是跟参赛者之间的相处，对啊，因为毕竟少了两天的相处时间，就觉得好像还是难免会有一些隔阂。那另外就是好像大家会觉得哎候补上来，好像就是不知道会怎么，就是有一种代沟，对啊，就是现在很困。才第一天加入就很困，真糟糕。豆豉呢？拿出豆豉来啊。豆豉，豆豉放在家里啊。通常这样讲都不一定啊，通常这样讲说不定心机最重，因为就是会咬人的。现在是怎样？我们这间房间就不断在放人箭哎。对啊，因为会咬人狗都不会叫了。心机最重啊。那安奈嘞？现在说很困，然后等一下马上就走秀就开始。好黑暗。